胡杏儿在2015年嫁俾圈外男友李成德，结咗婚之后生咗三个仔，大仔李亦婷今年7月喺名牌幼稚园毕业。日前杏儿在社交平台上载大仔翻新学校的片，见到仔仔孭住个书包同妈咪讲拜拜，行入学校门口段路就足足回头九次，难怪杏儿话我的前世情人啦。而杏儿大仔升读的小学是有不少星二代都争住读的宝良谷赛继有学校，徐淑敏的大女黄心瑶、郭俊安的大仔郭令山、郭可盈的女林天若、胡诺言的大女和二女都曾经是校友。宝良谷赛继有学校是近年相当受欢迎的一条龙男女私立学校，每年多达4000人报名，占180个小一学位。它的教学模式是倾向国际化，提供中小学12年一条龙课程，5年小学课程的学费已经由去年的82500元加到去90750元，而去到 year 12亦都由125972元增加去到今年的136048元了。